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呢多项式就是二元二次多项式哈，可以分解成两个呢，这个 SY 的二元一次多项式的积啊，那么他问 K 是等于多少？好，首先哈，这三项哈给它合并，可以因此分解哈，这是一一二一嘛，它是负的，所以这是负的正的，所以这个哈可以因此分解成 x 减二 y 啊，那这 x 呢加 y， 这等于这三项，然后再来的话哈，这里有个二 x 嘛，那二 x 的话，所以这里应该什么呢？应该是一跟一啊。哦，如果一跟一的话，那不行，一跟一的话 ，y 的话就不是五 y 了，所以应该多少呢？这里是二，二一啊，这样子。二的话就是互斥不行嘛，所以应该是互得正。哦，这是正四 y 加一 y， 这样就五 y 了。然后这个呢是 x 的部分哈。这样用看的也是看不出来啊，所以我的假设哈，这个叫做 A 好了，这叫做 A， 啊，这叫做 B 好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可以知道哈 ，S 部分哈是B， 叫 A 加 B 了哈 ，A 加 B 呢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二。那这个 Y 系数哈是多少 ？A 减二 B。a 减 2b 哈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要等于5了。a 减 2b 等于5，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把 a 算出来，我就给它一减。一减的话就是 3b 哈，等于负 3， 所以 b 呢应该是等于负1了。那 b 的话等于负1的话，那 a 就多少 ？a 就等于3。哦，所以 a 是等于3的哈，啊 b 的话是负一，那 k 应该多少 ？k 就是 a 乘 b 啊，哦 k 是等于 a 乘 b， 哦所以是3乘以多少？负一啊，3乘以负一是负3，所以答案是负3。